他可以颠倒黑白，但事实却不由他遮掩。我在涂山生活了16年，为何他说杀就杀？你每时每刻都忘不了，你体内的灵血是偷来的。我心悦他，白首不离，生死不弃，替他老人家清理门户。到那时，才会有真正的神妖和平。我愿意把心比，我只顾一个理字。若要六女和平，得先摒弃偏见。人与妖都是六女生物，大义当前，该谋求共利而存。可若入了一气门，涂山又如何容得下我？容不容得下又如何呢？即使容不下我，也一定要去。盟主之位，舍我其谁？相不相信人与妖会有不再相互讨厌的那一天？开机第一天的第一场戏感觉还可以。